一看啥子模样？妈，来看看这个。妞们，啥子？你看见没有？耶、哦！耶，你的图，你的照片都来看了，这妞。你不知道啊？那这是啥子？真的？哎，真的可以啊！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我终于开到了那个平台上了一个店铺。哦，你这是不是就可以卖谷子喽？啊，你看嘛，我做了，还有我的照片，嘿嘿，硬还是喽。啊，还有我们家的果子的照片。嗯、哦，看一下。我没去看哦。天哪，爱不？你既然这个卖了，你必须要把产品做好。啊，我的店铺已经搞好了，今天真的特别开心，我一直在盯着看这个店，边看边笑。大家看啊，是这样的。让我看，看嘛，有人下单没得嘛？我看一下啊。没，爷爷你这一块店铺了不都？你临时想做生意？你看，哦，已经有60件了，妈，你看。哎，可以啊。对嘞，这两块你卖我们家的骨骨儿，必须要把质量抓好。啊，好。哦、对对。嗯，就是那天我去。给我婆婆拍点那个我们家果子的图片，然后我就拿给我老公，我老公就帮我搞成这样了。哎，还有店铺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太开心了。加油哈！嗯，好。哦，我在中国这边呢，我也是没有工作，因为来到这边，也想找一份工作，也觉得不太适合我，因为我是外国的，然后。那个就没有去找了，就怕去工作做不好这样，然后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想要做什么好，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我老公，要不你在家里无聊嘛，你就做自媒体嘛，也可以记录你在这边的生活。哦，他说说不定你以后也可以在平台上面可以卖东西呢。我一直是不相信他，我说不可能吧，我怕是搞了就没有人看我这样。结果真的我做自媒体做来了好像有4个月了，现在呢也有9万个人给我关注了，这个呢我真的非常感谢粉丝们就是支持我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我还有做这个自媒体的一个目的呢，就是想卖点我们家的产品，我们家的果子，我们家的不知火，还有爸爸干。因为我看我婆婆每年做这个果子呢是真的非常辛苦的，说实话老板来说呢价格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我们卖钱都没挣到，好吗？我看我婆婆去年卖的只能保本是这样的，但是做呢是真的非常辛苦，看他钱都是老板赚进去了，看他卖呢钱也没有做到，也是白干了一年，也是真的非常累的，看得心疼。就是呢，我是做这个自媒体呢，也算也是我一个工作了。我现在呢，我都可以帮我婆卖果子，也可以卖点挣点钱来用，是这样的。因为家里只有我老公一个人挣钱，然后家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收入，所以我就想个办法，就是挣点钱拿来用，是这样。我相信你是要做好做大做强的，我也希望到那天，好吧？这个呢，希望如此啊。这个呢，也有我婆婆的支持，还有我老公，还有很多人，就是我这个外国女的嫁到中国这边来了，算呢也是不容易啊。对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。一呢，我是在这边生活呢，我还要改了很多地方，说实话也把自己改成中国人的样子了。慢慢你习惯了吗？因为，我看中国人呢是赚钱是真的很非常厉害的，我也想学习学习，是这样的。因为我在老挝，我也喜欢，做这些，我喜欢除了上班学习啊，这样我也喜欢。做点小生意，然后可以赚钱这样的，我真的非常喜欢。因为在家里之前没有做自媒体呢，只能在家里带孩子、哄孩子、照顾家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时间过得非常慢。然后很多人问我，你为什么想做自媒体？我说，我也
刚才我也说了，是在这里也没工作，就觉得无聊，每天过得很慢的。像现在呢，我觉得一天都也不是接啊，一天都时间都做忙不赢，对，搞不来不及做一样。这个呢，也是真的非常感谢粉丝们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我真的没想到我能走到这一步来了，我真的非常感谢。今天呢，我就看见我这个店呢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高兴，非常开心，一直对着看，看了一天了。我说你对着看来干什么？看你看得有点小。我说你在看啥子？不晓得你开了块店。有时间还是给你妈打个电话，告诉你妈那块好消息。好。你在这边已经开了店了，你可以买点东西这些了。是的。帮我们带水果了，还是？是的，我要跟我妈说一下，因为我妈在这边也是担心我，她说你在这边只带孩子，啥都没有做，你无聊不？要不跟我妈说一下这个好消息。好消息告诉你妈。啊。สบายดีเน่你好呢สบายดี大家好我们你好大家好来มื้อนี้นี่ข่าวดีให้เบิ่งนี่ข่าวดีสิบอกให้ฟังโอ้ข่าวดีอย่างนี่เด้นี่เด้ไปเปิดให้ใช่เด้หันคล้ายบ่เกี่ยงเด้我妈说才喂了猪。然后你跟着进烤了不？跟着进了。拜拜。